嘉嘉的紫色朋友。由细到大，嘉嘉都好喜欢这个世界。虽然对她来说，所谓的世界就只有她生活着的那一条村。而所谓的由细到大，讲紧的都只是短短七年啫。嘉嘉好熟悉呢条村入面的所有嘢，例如野猪、水牛、猫仔和狗，亦都熟悉几乎日日都撞口撞面的村民。所有村民都对嘉嘉好好，村入面的动物无论大大小小，识飞定不识飞，都当嘉嘉是最好的朋友。而嘉嘉亦都一样对大家这么好，一得闲嘉嘉就会走入森林和不同的小动物玩。森林入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例如红叶的红色、枯枝的黄色、草地的绿色、池塘的蓝色，但它从来未见过紫色。不知为什么今日同平时有啲唔同，嘉嘉喺森林入面见到一棵好大嘅紫色树。正当嘉嘉一边行近，一边喺度谂紧自己系唔系发现新品种植物嘅时候，嗰棵树竟然识喐，仲好大动作添。原来这一大片紫色不是树篱，而是一只超巨型的紫色雀仔。嘉嘉从来未见过这么大只的雀仔，还要是紫色的，就更加没见过。嘉嘉吓一跳，一个不小心叉错脚，跌咗落池塘。隻紫色雀仔笑住咁行埋嚟，仲伸条颈出嚟，想用个墩担返嘉嘉上水面。嘉嘉以为紫色雀仔想食咗自己，於是嗱嗱声游返上池塘边。上到岸，见到隻雀仔仲系乌低头望住自己，嘉嘉又嗱嗱淋跑返屋企，将件事话咗俾爸爸听。爸爸一听到就好嬲，以为有怪兽入侵咗条村，於是他召集村民，立齐架撑，决定今晚就去赶只紫色雀仔出村。见到件事搞到咁大阵仗，嘉嘉自开始仔细谂翻成件事，渐渐觉得有啲唔对路。其实隻紫色雀仔由头到尾都冇伤害过佢，係佢自己叉错脚跌咗落池塘。之后紫色雀仔都有尝试救佢，点解自己会一口咬定佢係坏动物呢？呢一刻嘉嘉觉得好后悔，佢决定要帮只紫色雀仔。於是嘉嘉
周围去说服啲大人，仲揾咗成班动物朋友帮手，希望可以证明只紫色雀仔系冇恶意嘅。喺嘉嘉同其他动物嘅共同努力下，村民终于同意同只紫色雀仔沟通。紫色雀仔话，佢啲朋友全部都叫佢做阿紫。听阿紫讲，原来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唔同颜色嘅雀仔。阿紫同佢哋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，就系要将色彩带到去世界唔同角落。阿紫一边讲，一边轻拍佢对翼，然后就有好多细细粒嘅嘢随风四散。阿紫话，佢今次嘅任务系要将紫色带嚟嘉嘉呢条村。嗰啲细细粒四围飘嘅嘢，就系提子嘅种子。呢啲种子长大之后会变成一种紫色嘅水果，细细粒，圆碌碌，一串串，好甜，好好味嘅。阿紫又话，佢同其他彩色雀仔嘅模式都系天生嘅，就好似人类一样，会有唔同嘅肤色。无论对方系咩颜色，最紧要系要知道佢所做嘅事啱唔啱，唔可以因为对方嘅颜色同自己唔同，就认定对方一定系坏动物。经过今次之后，嘉嘉学识用爱同开放嘅心去面对新相识嘅朋友，唔会再好似今次咁误会人哋。好彩阿紫冇介意俾人误会呢件事，仲同嘉嘉做咗好朋友。喺阿紫离开呢条村之前，佢同嘉嘉度过咗唔少快乐嘅时光。喺不久嘅将来，呢条村嘅森林就会多咗一片紫色嘅植物。唔知迟啲会唔会又有其他颜色嘅雀仔嚟到呢条村，为大家带嚟新色彩呢？